闻鸡九听南天雨，立马曾归北地边。闻鸡起舞，激荡千秋壮士。平息烽烟，峥嵘岁月，书写红色凯歌。余音袅袅处，一段钟鼓礼乐香火传续。奇侠怪拳间，一座千年古县余韵遗风。在密林雪浪的百草之畔，能工巧匠勾勒万千胜景。在疆域咽喉的龙门天关，磨牙石刻镌刻耿耿军魂。3.14159265358979321。当历史随着拒马河水滚滚东去，涞水依旧在青山碧水间风骨遒劲，细韵沉雄。万仞天关，千峰拱立，天成形胜，险胜重围。这是涞水县龙门峡中的一片磨牙石刻。这些镌刻在陡峭崖壁间的文字，沿着淙淙河水展开一幅长约1000米的历史长卷，构成华北地区规模最大的磨牙石刻群。大龙门山县西北，距县250里，双峰对峙，形势如门。峭壁上有万仞天开，龙盘虎踞，不知何人所书。刘富正在参与编写新版涞水县志，为了破解石刻的谜团，刘富在这座千年古县的久远记录和民风传承中寻找历史踪迹。每逢节庆，大龙门村的村民们就会在空地上架起365盏灯的灯阵。据说，这一祈福吉祥的民俗，其渊源却始于铁血杀伐的战阵。战国时期，涞水属燕国，燕赵之域自古处于游牧和农耕两大文化交汇之地，涞水更处于战略险要的位置。在与这座古县相伴千年的岁月里，拒马河成为守护一方安宁的天然屏障。汉高祖6年，公元前201年，因当地人多在拒马河支流的河畔聚居生活，在此设酋县，隶属涿郡。道德洪都又一年，祖生积极至金传，闻鸡九听南天雨，立马曾归北地边。毛泽东笔下的祖生即生于酋县的祖逖。祖逖与好友刘琨一同担任司州主簿时，半夜听到公鸡鸣叫，两人便起床练剑。
闻鸡起舞成为了激励后人的传世佳话。据涞水县志记载，刘琨曾以拒马河为屏障，阻挡了羯族首领石勒的进攻。隋朝时，涞水县曾先后用范阳、固安、永阳之名。隋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年），因拒马河出代郡涞山，以山名水，改称涞水县。至明代，在此地建起大龙门城，因山水险要，易守难攻，成为长城内线防御的重要战略支点。明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瓦剌首领也先在土木堡俘虏明英宗，并亲率主要兵力30000人经大同进攻紫金关，兵临北京城下，明朝廷一度岌岌可危。兵部尚书于谦临危受命，带领军民奋力抵抗，最终击退也先，北京城转危为安。明景泰二年（公元1451年），为防止瓦剌再次南侵，朝廷加强长城关城的防御建设。作为紫金关以北战略防御之纵深的大龙门城堡得以增修加固。此后的100多年，北方部落虽侵扰不断，却再未越过大龙门城堡一步。大龙门城堡也成为守卫京师的咽喉。距离大龙门城堡西北约500米的龙门峡，便是摩崖石刻所在地。根据陆续清理出的落款和史料比对，专家考证，题刻者的身份大都是明朝镇守大龙门城堡的军事将领。钉锤顿挫，星火飞溅，边关将士把耿耿军魂嵌入摩崖文字之中。随着岁月流转，大龙门城堡逐渐演变成近120户村民的大龙门村。当年的守城官兵在此安家落户，繁衍生息，旧时战阵也一步步变为祈愿和平丰年的民俗文化。岁月带走了往昔的金戈铁马，不屈不挠的边关军魂与滚滚东去的拒马河水，却依旧守护着这片土地，为涞水带来兴盛与安宁。西岗塔位于涞水城西，原名以师，后人因其地处县城西岗之上，称其为西岗塔。2019年8月，原涞水县文物保护管理所所长杨刚成和古建砖瓦制作技艺传承人恒贵军一起来到西岗塔。每隔一段时间，他们都要对古塔的风化及损坏情况进行检查。西岗塔高32.69米，八角13级密檐式。西岗塔具体建筑年代已不可考，根据塔的造型及结构特征，专家推测其建成于辽代。西岗塔内部结构为双层套筒式，
可悬登至塔顶。除第一层塔身五米高外，二至十二层低矮等分，但第十三层陡然升高，顶层辟拱门与第一层塔门上下呼应。专家发现，西岗塔独特的构造曾关乎涞水的安危。宋辽时期，涞水处在辽国边关，西岗塔是县城的制高点。专家推测，西岗塔在建造之初就兼具军事功能，陡然升高的第十三层正是为了方便将士们瞭望敌情。抗日战争时期，日寇侵入涞水，具有料敌之用的西岗塔成为日寇首要攻击目标，遭受到猛烈炮击。2006年，西岗塔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河北省政府拨专项资金对西岗塔进行保护性修复。当时的西岗塔底座砖石大多脱落，塔身上仍留有当年被日寇炮火攻打时的炮眼和弹痕，损坏十分严重。由于缺乏史料记载，古塔的修缮工作一度无从下手。为此，原文物保护管理所邀请多位建筑专家实地勘测。像这种呢，就是密檐式，第一层是楼阁式。刘大可有着40多年的古建修复经验，在考察中，他惊奇地发现，西岗塔虽然损毁严重，但没有出现任何倾斜和沉降的情况。通过反复比对，专家确认，修复古塔需要16种不同尺寸的砖，而在检测砖石的成分时，刘大可发现了西岗塔千年不倒的关键所在。古人非常聪明，每年因为风吹日晒，冬天还有一个冻融破坏，就是下水有冻胀嘛。如果它一年两次的话，就是2000多次了，到现在还接着，所以这个砖当时肯定是做得好。西岗塔的砖石多由黄土和白灰烧制而成，含有大量二氧化硅的黄土和白灰混合生成硅酸钙。硅酸钙的抗冻强度优于天然的碳酸钙白石灰，因此很大程度上解决了砖石冻胀导致的沉降倾斜问题。根据专家的指点，恒贵军开始寻找合适的黄土。他发现巨马河水流湍急，河水卷杂着泥沙留下的黄壤土年度特别适合烧制古建筑砖瓦。烧制、打磨、雕刻、修复，每一个细节，恒贵军和工匠们都坚守匠心。历时2年的修复，古塔终于重现以往光辉。一座古塔像是一位迟暮的英雄，岁月可以磨灭掉他的姓名，却无法折弯他的脊梁。时光荏苒，在涞水人的努力下，古塔依旧矗立在高岗，守护过去，迎接未来。为什么挺进军选择你们山南村来把司令部设在这儿呢？就是因为你们这个村的群众基础好，就是这儿的人热爱八路军。2019年8月，肖兴华和高佩璞来到山南村收集父辈的资料。抗日战争时期，他们的父亲曾在这里留下一段难忘的红色记忆。这是一张冀热察挺进军成立大会的合影照。
1939年2月，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在门头沟清水村成立。由于日寇的侵扰，成立大会在涞水县山南村举行，司令员为萧克。自此，冀热察地区有了统一的领导机关，开启了平西根据地全民抗战的新局面，为华北抗日根据地和人民军队建设打下坚实的基础。涞水东北临京张铁路，东南至平汉铁路，是控制敌人交通命脉的关键地。挺进军成立后，在北平近郊频频出击，袭占南窑、北窑等日寇重要据点，破坏了从这里运煤至北平的铁路，对日寇造成沉重打击。挺进军的节节胜利鼓舞了百姓的抗日积极性，父母送儿参军，妻子送夫当兵，仅山南村这个不足500人的小山村就有101名青壮年加入到抗日队伍中。1940年8月，挺进军的兵力已经由最初的5000人快速扩大到2万多人，对日寇构成了极大的威胁。为此，日寇多次对平西根据地进行扫荡。1942年12月，日寇1000多人向涞水县进发，为掩护群众和部队转移，晋察冀军区第11军分区第7团第2连第1排副排长李连山带领8班战士在鸡蛋坨和敌人展开激战。战士们且战且退，子弹打光就继续用石头砸向敌人。当战士们退至悬崖时，仅剩刘荣奎、王文兴、宋巨奎、邢桂满4人。最终，他们带着已经牺牲的副排长李连山纵身跳崖，全部壮烈牺牲，用鲜血与生命谱写了一段抗日英雄赞歌。1943年1月，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副司令员萧克颁布嘉奖通令。晋察冀军区掀起了向鸡蛋坨吴勇士学习的热潮。夜幕降临，一场电影即将开场。60多年来，这里的人们一直通过电影银幕重温着难忘的红色记忆。国民党也还在我们手里。1958年，为丰富山区百姓的文化生活，涞水县成立三姐妹电影放映队。郑义珍、李景贤、张步荣三个年轻女孩翻山越岭，走遍涞水大大小小200多个村落。党的方针政策、时事热点也随着他们的脚步飞进千家万户。1963年，三姐妹被评为全国38红旗手，且先后2次受到周恩来总理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在观看幻灯的过程当中，周总理的手一直在很节奏地拍打着他的膝盖。看完幻灯之后，周总理就问他们所带的设备重不重，非常非常亲切。质朴的旋律唱出了荡气回肠的英雄故事，也唱出了不屈不悔的民族精神。涞水人的红色基因也将伴着滚烫热血代代传承。
每逢农闲时节，涞水县的蔡玉润就会召集大家一起排练高落音乐会曲目。高落音乐会需要笙、云锣、笛、鼓、钹等多种打击乐器共同配合演奏，再加以人声的唱念。在祖辈的口口相传中，高落音乐会是从佛乐演化而来。时至今日，高落音乐会已成为全村祭祀和重大节日的民俗活动。齐毅，河北大学教授，从事民族传统音乐研究30多年。他在冀中一带调研时发现，高落音乐会因其不准增加新曲目和乐器种类，不准改变演奏方式的古老会规，保持了浓郁的古韵遗风。你们好，你们好，你们好。2019年8月，齐毅和传承人蔡玉润一起进行排练。一个月后，高落音乐会将应邀到中央音乐学院表演。他们演奏的这些个曲牌呢，你可以从唐曲子、宋词、元曲、明清的戏曲曲牌等等里边找到它的出处。比方说《浪淘沙》，唐代的曲牌，《斗月皇》，宋代的曲牌。因此呢，这一类音乐呢，说它是中国古代音乐的活化石不为过。在涞水县，至今保留着一套《后土皇帝宝卷》手抄本。这本高落音乐会的唱念底本是20世纪40年代当地村民请一位教书先生抄录的，卷本字迹工整，并有彩绘插图。由于老本的流失，手抄本成为了宝卷音乐研究中的活资料。2003年4月，来自21个国家的30多位国内外专家学者来到涞水，精彩的演出博得了各国专家学者的阵阵掌声。十几年间，关于高落音乐会的一大批学术著作问世，高落音乐会逐渐引起各界关注。2006年，冀中笙管乐高落音乐会被国务院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此后，高落音乐会走进了涞水的普通农家，从背诵晦涩难懂的公扯谱开始。经过近2年的努力，新加入的女会员已经能和乐队一起演奏10几首古曲。在政府的帮助下，音乐会的老艺人走进课堂，流传于乡间田野里的阵阵乡音，在孩子们稚嫩但不失传统韵味的表演中得以传承。2019年10月，一场名为《碰撞与交汇：一带一路》中的传统音乐学术研讨会在中央音乐学院拉开了帷幕。来自涞水的农民乐师演奏的古老音乐，时而抑扬顿挫，时而婉妙如织，诉说着涞水这块土地上的风土人情。在传承与坚守中，一代代涞水人守护着先辈留下的文化瑰宝。默默无闻的高落音乐会从冀中平原走到了世界舞台，成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一颗璀璨明珠。
金秋十月，是野三坡风景名胜区一年中最为忙碌的旅游季。大龙门村的农家乐饭店里，靳学萌开始了紧张的工作。鸭肉、芦黄、鸽掌，这些记忆中的涞水味道，如今成为吸引八方游客的美食。三十多年来，家乡的巨变彻底改变了涞水人的生活。那北京的大学里要抬沟的吗？你想考大学？1980年，青年作家铁宁来到野三坡台儿沟，两年后他出版了著名短篇小说《偶香雪》。同名电影中展现的这一幕，正是当时涞水人民梦想摆脱贫困的真实写照。野三坡位于涞水县西北的太行山区，以雄山碧水、奇峡怪泉著称。由于交通不便、经济落后，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这里的山区村民仍在吃救济粮、穿补丁衣。1983年，全国劳模、时任涞水县文化局副局长的王宝义出差时，第一次了解到旅游的概念。王宝义曾经是一名电影放映员，对野三坡的旅游资源了然于心。他发现自己的家乡山清水秀，毗邻北京，适合发展旅游，是振兴涞水经济一条切实可行的路。于是1984年，在县政府的支持下，野三坡成立了涞水县第一家旅游发展公司。王宝义带领15名村民不拿一分工钱，埋头苦干。他们烧砖盖房、修路建坝，历时半年，建立起了第一批旅游接待设施。野三坡自然风景区山势雄奇，层峦叠翠，清可见底的拒马河萦绕在山间，是新开发的一处旅游胜地。1986年7月12日，位于国家级贫困县涞水县的野三坡首次出现在全国人民的视线中。短短183字的报道，野三坡的命运从此改变，成为当地发展旅游扶贫的转折点。1986年呢，那么这一块当年呢，我们是景区呢，接待游客呢是7万人，啊，就是当时人们就称之为这个地方呢，啊，应称为这个首都的后花园。1988年，野三坡被国务院评定为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其中群峰矗立、峻岭巍峨的百里峡，不仅是京西旅游的一颗耀眼的明珠，更是世界地质研究领域难得一遇的奇特地标。一线天区它属于湛谷的这种青年期阶段，也就是这一条青年期的湛谷。2006年9月，为了保护这片全国罕见的湛谷地貌景观，经过专家论证，野三坡风景名胜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定为世界地质公园。从名不见经传的山沟发展为5A级景区、世界地质公园。从单纯的观光欣赏到地理科普，在政府的引导下，野三坡旅游业成为涞水新兴支柱产业。在野三坡的南峪村，一幢幢独具特色的民宿与山水相映成画。
有客人呢？有啊，哪来？北京的。啊，都是北京。民宿管家李金华正忙碌着迎接客人的到来。在政策扶持下，南峪村成立了农宅旅游农民专业合作社，村民成为旅游服务人员，闲置的民房被改造为民宿。2019年，涞水旅游扶贫模式入选国务院扶贫办14个精准扶贫典型案例，野三坡周边数十个山村数万人也因此获益脱贫。迈着时代的脚步，涞水人打开了封存已久的大山，山外现代化的气息与山内质朴气韵的交融，为燕赵大地织就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8月中旬，涞水县娄村满族乡的麻核桃园里满目碧翠。咱们这个鸡低点儿，今天怎么样啊？今天质量上去了。优质的原料是决定作品成败的关键。20多年来，每到麻核桃采摘季节，核桃雕刻匠人于永超从不会缺席。涞水全县超过80%的山地和丘陵土质，充沛的雨水和较长的无霜期，为麻核桃提供了优渥的生长环境。涞水地区自古就有野生麻核桃生长，20世纪70、80年代之前，因没有食用价值，麻核桃树几乎被村民砍伐殆尽。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文化生活日趋繁盛，集把玩、观赏、健身功能于一体的麻核桃重新进入了人们的视野。1983年起，林业部门派出专业人员，工程师王泽带队在山中寻找优质野生麻核桃树种，并先后邀请河北农业大学西荣廷、李保国等教授对村民进行高阶繁育等技术的指导。2003年，涞水县开始把发展麻核桃作为农民致富的特色产业。10多年的时间，涞水麻核桃种植面积近7万余亩，涞水县的森林覆盖率也增长了近10%。于永超工作室内，新一期的核雕培训课正在进行，师徒授授的方式培育出一批批核雕新秀。毫厘之间集大千世界之妙的核雕产业，成为涞水人致富的一条新路。在南桥头村，李凤前正在教孩子们景泰蓝火锅的制作。掐丝、点蓝，一道道工序编织成孩子们的家乡记忆。民国初年，李凤前家族的先人从京城回到家乡，开始传承铜火锅制作技艺。此后，李家人将景泰蓝制作技艺应用到火锅生产中，制作出的景泰蓝火锅产品行销国内外。2014年 APEC 会议上，四海升平景泰蓝赏评作为3件国礼之一，赠送给各经济体领导人，一亮相便惊艳全场。李凤前团队就是这件国礼的生产制作者之一。
为了让这项古老技艺得以传承发扬，李凤前把自己的工厂变成了开放型学习空间，培养出大批技术能手。景泰蓝火锅制作企业也因此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汇集全县30多个乡村，从业人员近万人。进入新世纪后，在野三坡原生态旅游的基础上，政府开始打造文旅产业，由中央美院等多家单位参与设计的百里峡艺术小镇，以著名作家铁凝作品《哦，香雪》为蓝本的香雪广场，吸引着无数游客前来领略太行风情。从旅游业的领先到多元的产业集聚，涞水正以太行山的坚毅、拒马河的柔韧，将自身打造成一个绿色、环保、生态的现代化城市，一张国家级的华北山水文化名片。金戈铁马、战火烽烟，曾是涞水久远的过去。幽谷奇峰、英雄赞歌，曾是涞水人对故乡的记忆。岁月变迁，长城犹在，雄关绝壁镌刻的古县气韵，延展为历史的文化长廊。生生不息的拒马河水，太行山中的绿色明珠，是涞水人为家园注解的时代含义。千年古县成为富庶与安宁的现代化城市，新的希望在这片土地上熠熠发光。闻鸡起舞，图进取而不辍。从这方雄山碧水走出的涞水人，用勤劳和坚韧书写出涞水光辉的未来。